我是公关列车长的111年哦，看一下，8月4号台北捷运淡水新店台北站，7:19，首发的是竹短之一。看完淡水的高亮线，刚刚的是捷运。104的C38型哦，开往淡水竹短之一的高亮线，刚刚的是捷运。往淡水子弹之一，还有淡水的高压线刚刚起，然后开启车门啊，7:20咯，1385353一边组的高压线刚刚起，关闭车门就上，拜拜。